你擅自改变他人命运，触犯先条，如果不严惩，何以服众？剑仙境前十八学子，先是可有看好的人选；如若没有，我这里倒是有个看好的人选。凤凰乃是天选，非任何人力可以猜度。我现在就去扒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，让他死得血肉模糊。 那你再也看不到他。拉索，拉索！拉索，我警告你，你不要胡闹。如果你敢伤害他，哪怕是一根汗毛，我都跟你没完。未知，你好手段。我们走着瞧。 这是什么法术啊？这是日冕之术，源于太阳，是三界内最坚不可摧的防御之术。